你是灵，你找法海禅师有何事？他拆散我父母，我要他偿命。他是如何拆散你父母的？这么多年，你愿不愿你父亲当日抛下襁褓中的你？我只愿法海，你让我进去，孩子。一念成佛，一念成魔。施主要冷静三思，前世阴亲是果，业障是草，智慧如火，火一燃烧，草就烧光。施主切记要顺天而行，方可早日搭救泥泥出塔。刚刚我一时急火攻心，多有得罪，无妨。无妨，你还有何事？方才我心智太乱，一时忘了我父亲也是在这里修行。请问你认不认识一位钱塘县名叫许仙的僧人？我只要见他一面，一面就心满意足了。这俗家心事，就如同你们父子缘分，早就断了。施主还是快快离去，莫耽误了你救母大事。周相公，我想把这个给你送回去的，没想到你就回来了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我不该到这儿来的。哦，对了，船家，我急着进京赶考，你还去不去？去去，有钱当然赚嘛，对不对？来，相公起这张船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来我来。
你可还记得我吗？好啊，你是清溪大观里的道长。救命啊！老板出征是我最大的仇人。许世民，我的法力伤不了你，你假扮船夫，你就能去金沙寺报仇。可没想到，你竟为了要门姐回来了。可是，我看现在还有谁救得了你？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世林有难，我要去救他。白素贞，你现在出去，这20年的修行就毁了。我儿子有难，我救完他马上就回来。不可能，我不会放你出去的。那就对不起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还不快快伏法！大师，大师饶命啊！大师，实在是白蛇害我，我怨恨难平，才一时冲动想要报仇。白蛇早已被我收服，你却三番两次想谋害文曲星，先庭先官差点命丧你手，你让我如何饶得了你？是你救了我吗？你是谁？你醒了就好，不要为别的事情耽搁了，赶紧上路吧。等等，你为什么不回头看我？你是不是我娘？是不是我娘？你是我娘，对吗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不要因为我耽误了你前程，我也不能久留。娘，我是世林阿娘，你回头看我一眼，看我一眼，阿娘。孩儿时常做梦见到娘。孩儿好想娘啊，娘！世林，我的孩子，娘！白素贞，你怎肯擅离雷峰塔？快跟我回去！我并非不守亲规，只是我儿有难，为人父母。我怎能不管？要想修成正道，切记不可烦心未了，回塔去吧。娘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娘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世林，不要走，你要保重。娘，娘，你不要。和尚，你站在没人家里，你站在没人屋子，你把我娘还给我，我还给你。
亲还给我。娘，娘，是娘，亲我当日赶考，娘得这个高中状元，救娘出塔。
今日还乡祭坛，白素贞修行已满，老衲奉佛旨意，特来望他出堂。白素贞，还不速速出塔，与你亲人相聚。La la la.